髋关节撞击综合征的治疗方法。张玉民，髋关节病区主任医师。髋关节撞击综合征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有好多病人来了以后，说我的髋关节疼，但是你给他照了片子以后，发现髋关节的结构基本都是正常的，呃、哎，股骨头的形态也是正常的。 那么，髋关节撞击综合症是怎么一回事呢？它主要是髋关节纠炎的增生，或者是由于股骨颈的发育异常，在我们进行屈曲,曲的时候，髋臼的纠炎与股骨颈发生碰撞。那么碰撞以后，因为我们的髋臼炎有盂唇。 那么，在这个碰撞的过程中，就可以造成鱼唇的损伤。那么，在活动的时候会出现髋关节的疼痛。那么，往往的感觉就是在我们腹股沟的前部有巴掌大一块的地方会出现麻木、疼痛，它会影响我们的行走，也会影响我们的下蹲。对于髋关节撞击综合症的。 治疗我们有几种办法。那么，对于早期的、比较轻的病例，我们可以采取让病人休息；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理疗，像微波治疗；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中医的办法、中药或者中医的理疗的一些方法治疗以后，都可以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如果说， 余唇的损伤比较重的话，那我们通过这些保守治疗，呃，还是达不到根除的办法。那么我们要根除，我们就要通过手术。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的微创发展也很快。我们治疗髋关节撞击综合症，我们可以通过髋关节镜进去以后，对于增生的髋臼缘可以。 进行磨削，对于股骨颈发育异常产生碰撞的部位也可以进行磨削；对于损伤的余唇我们可以进行铆钉的固定。通过这些办法，我们可以彻底解决髋关节撞击综合症引起的疼痛和髋关节功能的障碍。专家提示：一、较轻的病例可以让病人休息，做中医理疗。 治疗后都可以缓解。二，损伤较重，通过保守治疗达不到根除。三，通过髋关节镜可以解决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引起的疼痛和髋关节功能障碍。